一马村为隐身于万华区的社区互助空间，透过人与物之间的连结，展现个人新的自我价值。在这里很不一样的是，我们这里很多工作者其实都是个案的被陪伴者，然后在这边变成他们工作的场域，所以你看到这边的敲敲打打出来的成果，其实有很多大部分是他们的写作。其实他们需要不是只一个工作，他们更需要的是走出他们原本那个固执的生活范畴跟空间。一码归一码是一码村的核心理念，透过量力而为的分享与回馈，让在这个空间的人都能尽情发挥自己的潜能，比较是放松的，然后比较 slow 的，然后跟他的工作的群体伙伴之间，就像说，就像他可以被彼此激励，被鼓励，那这样的话，他就会觉得，自己好像是有很多潜质，只是没有被开发，他就越来越会想要认识自己更多，想要给自己更多的动机跟爱。那在一个团体里面，如果有很多是这种被陪伴的，以前他们在外面有点会被歧视，或是有点被标签化，可是在这个群里面，他们反而是一个非常有贡献的个体。而他自己认为他被需要的那个存在感，其实是发现他自己爱的能力的很重要的一个启动点。一码村不仅是一个社区互助空间，更是人与物之间的再生基地。在与物互动的过程中，更学会静下心来与自我相处。